对，因为时间其实很短暂，其实我们今天只有带三首歌，然后呢，不管怎样还是要讲一些话，因为等一下这首歌完之后就最后一首歌。那还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们有 Facebook， 我们有粉丝团，你就只要搜寻玫瑰花牛肉，你就可以找得到我们，然后你可以去跟我们聊天，跟我们讨论音乐，这些都是很欢迎，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玫瑰花牛肉。对，今天晚上呢，大家手上如果有 iPhone 的话呢，麻烦你可以开你的 3G 啊，然后就可以开啊，然后就可以搜寻玫瑰花牛肉，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有一个赞，你就点下去，然后你按赞完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呢，你的人生呢就会不一样了啊，明天开始呢，走路呢会变慢，然后呢会有风微微的吹，然后头发会开始飘，你的人生就是展开希望。Yes， 这我有写稿。在这里好了好了，对，然后呢like 会跟你们介绍吗？To me.